家好，我是方婷，欢迎大家回来我的 channel 啊。咁今日咧我就去行山啦，咁就遇到咗一个神奇嘅美女啊，出现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姐姐。Hello， 真系好靓啊，你真人。今日咧就会拍一个访谈啦，就系专问霞姐嘅一啲问题嘅。我已经喺 IG 开咗一个。多谢你啊，你想了解我？咁已经喺 IG 度咧收集咗各大嘅问题啦。咁我真的就会暂时咧冇。但唔緊要，我自己都準備咗一系列嘅問題問你嘅。OK， 咁我哋就一路行山一路問啦。第一條問題，你目前係搞緊啲咩咧？喺度？哇！目前揾緊飯食，因為唔夠錢食。我哋啱啱先倾嘅 ，YouTube 真系黑食喺度。我哋话如果 YouTube 可以够让我哋每日食到个半月都好啦。跟住呢排就努力搵钱，出去拍下片啊，自己拍下片啊，翻下少少 part time 咁样咯。正值喺呢个赚钱嘅时间。系，我哋啱啱先讨论生存嘅问题。第二条咧就系你平时嘅兴趣系咩咧？我平时好毒噶，我平时咧就做 gym 啦。去 coffee shop 啦，之後食嘢啦，同你 YouTube 嗰啲嘢完全一樣。見到我做啲咩咧？我平時嘅興趣就係做嗰樣嘢。你咧平時 me time 會做啲乜嘢咧 ？me time 啊，我會剪片。我夜晚咧都係剪片為主，同埋睇 YouTube 咯。即係作為我哋拍 YouTube 咧。我哋系睇好多 YouTube。系啊，我想问你最中意嘅 YouTuber 系边个？冇乜特别，好中意净系一个，因为我睇好多个嘅。基欣上阿 Liz 嘅，即系佢咧出劲多片，同埋条条片咧都好好睇。即系你要生一个 B 先咯，同埋搵一个鬼仔嘅男朋友。点啊？喘气未？喘紧啦，已经咁大镬。哇！呢个真系天梯。点解你可以咁大波？阿妈生天生丽质。如果想约霞姐行山，可唔可以约同佢行？可以 full Claudia 约我，即系我拉成班 fans 佢出我出。OK OK 可以。佢话我爱霞姐，想识到霞姐。full Claudia 我系咪中介公司嚟噶？如果你想识霞姐，欢迎喺下面留言话俾我听，咁我再帮你联络佢。霞姐系几多岁啊？你估下。18、24 IG 咧睇到你是一个即系男仔同女仔都中意嘅 type 啦，咁究竟咧多唔多人追你嘅咧？通杀冇乜喎 IG， 系咯，可能大家即系应该唔会喺 IG 度追女仔啩？如果大家想识我 ，through 我系咪啊？识我，我帮你整爆嗰个 comment。系啊，好嘅，点不知冇人留言啦，咁大镬啦你。即系好多人咧会喺 IG 度问你可唔可以同你做朋友啊？咁你会唔会喺 IG 度识啲咩网友？会啊，你咯。系啊，我其实系喺IG 度咧 DM 佢，然之后就直接约佢行山啦。网友嚟，第一次见面啊，仲要系。系啊，但系咧原来系黐线，劲嘈咯。到啦，我哋真系真系到啦。见到佢嗰个，你行上嚟啊！我叮一声就到咗。系啊，好辛苦啊！我冇呢个技能，冇办法。到啦，我都到啦，叮一声。我哋终于高咗上顶啦！好，咁而家问埋你其他问题先。首先就系你嘅择偶条件，好多人都想知道一下。方达我咧就系性格好啦，对我好啦，孝顺啦，心地好啦。其实天秤座咧都系外貌协调，咁个样都唔使靓仔嘅，但系要顺眼咯。即系都系要靓仔啦，系咪啊？唔使好靓仔嘅，靓仔 OK 嘅，识影相就 perfect 啦。识影相加着衫嘅男仔，可以喺下面留言话俾我听，我偏红线，再靓仔。如果遇上中意嘅人咧，会主动出击啊，定系等啊喺度？梗系等啦！你唔主动出击就系嚟走步，等运到。咁你有冇遇过啲 fuck boy 咧 ？fuck boy 又冇嘅，即系未去到好 fuck 咯，但系都坏噶啦，都坏坏地嗰啲咯。好细个咧，跟住 IG 啊有啊 IG 网友系喎系喎，唔记得佢添。希望佢冇睇呢条片。
咗冇耐咧，就一齐喎，一齐咗冇耐咧，跟住就讲埋啲唔好嘅嘢，你明噶啦，你懂噶啦，跟住我 say no 完就咁分手咯。如果喺网上识人啊，真系小心啲。嗱，唔系话咁容易识到好似我啲咁好嘅人啦。你约我出嚟，用咗你见识。如果你唔系 high five 嘅话，你会有啲咩发展啊？你觉得？如果唔系 high five， 我觉得我都会搞 YouTube 啊，因为我好耐即系我读 U 系读 journal 嘅，即系都系读 media 啦。咁其实我一直都系想做 media 有关嘅嘢嘅。咁同埋我以前大学嘅时候好中意睇 YouTube 啊，而家都系睇咗好多年。你而家系自由身定系有冇签公司嘅？我自由身啊，有 approach 嘅，但系通常签五年咧好长啊，咁就自己弹性啲，同埋自己冇乜限制，即系有啲 brand 可能。不是特别想接，你可以自己推的嘛。那如果签了公司就没得 say 了。我那时候都签了一个五年的约，即是最后尾现在完了，但是我都觉得即如果是的话最好都是自己搞 freestyle， 无拘无束。是啊，无拘无束。癫癫。那你未来会想做些什么东西啊？我应该都会在 YouTube 发展的。那如果即太穷的话，可能太穷食面包。尝试一下做发展埋其他的东西，即可能因为我自己有做开gym，那我对做gym都很有兴趣。虽然现在操不到很大只，但我都很想做健身教练。五年之后，即你 expect 可能你三十岁的时候会搞些什么呢？三十岁啊，会不会嫁了呢？有没有人想有没有人想在下面留言？又要被人留言。冇人留言啊，好惨！教唔错，我五年后我想做老板啊，即系自己搞一门生意咯。系啦，就算蚀钱咯，讲定。即系总之系要做自己中意嘅生意，系啦，自己兴趣为主。你讲，你话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我喺佢嘅片度出现？诶、偷咗佢啲时间先。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我喺佢嘅片出现呢？如果你哋中意咧，记得 comment、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 啦。记得下面留言话、哦，我要求啲，我要咁咧，我就会多啲喺佢嘅 channel 出现噶啦。同埋我哋都有拍一条行山片喺我嘅 channel 度，大家记得嚟睇啦。睇完佢条片 ，follow 完佢 ，subscribe 完佢 ，comment 完，记得过嚟我呢我嘅 channel 度睇片啦，知唔知道啊？咁我哋下条片再见啦，拜拜。Told your friend you're not okay, and tell me what's wrong and why you never said you.